公共场地先听。哼，又想改了，这老子看的影视女侠子里面有好东西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又想上上上个套路我，谁有你皮肤看我？这次你先吃，那我就先吃了。哇！只有这些，还在有你皮肤嘞？一直给开药单没吃完，还吃辣椒。你不怕屁股痛啊？哎呀，今天整的清淡的火锅子，这就你说清淡东西啊？自杀输得很了。我操！只看你的吃下去啊？好吃得很，来来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能不能靠快点嘛？我都吃完了。哥，我又吃完了。你吃的啷个快呀？啊？反正你都没吃过，要自己开我就搞了。